选秀状元首先发，郑凯文飙 TK， 啊，戏啦！中信兄弟向选秀状元郑凯文昨天热身赛首度先发，迎战韩国职棒 KT 巫师，结果郑凯文表现超优异，主投四局只被打出一支安打，还飙出七次三振。虽然牛棚稍微放了小火，但在打击群有效发挥下，中场相对以8-5击退 KT 巫师。郑凯文昨天先发前，只在先前热身赛后援一局投了四人次，也没被挤出安打。昨天郑凯文最快球速141公里，他对自己的控球仍不满意，运动球速也有点多，飙出 CK， 他认为对方有多次打到坏球，帮了大忙。还可以啊，已经4把那个。局数给慢慢拉长，还没算到很好啊，那就是之后练习再慢慢的调整。总教练曹总谢长亨则认为他调整的不错，目前是将郑凯文定位成先发人选，直到官办热身赛前，郑凯文将在出赛2到3场，将以主投5局为基准慢慢调整。而统一狮和韩籍奈克森英雄的热身赛，虽然十队打者熄火，全场仅敲5支安打。但靠着春训第一次登板的费古洛投2局4K 的好表现，及小小锅郭宏志9局登板救援速球连发，9球就连续解决3名打者，助统一师最终2-1击败韩职奈克森英雄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